在这边呢，如果万一了哈，就是像这样，哎，你发现了你的是闪红灯嘛，对不对？那结果也没有成功，你千万不要马上就直接重整网页，因为当你重整网页，你的程式就不见了哈。那你可以从右手边，今天如果你写的比较复杂程式呀，或者像这样，哎，不行，你可以先这里有没有个链子？你按下去之后会产生你这个程式的专属网址，那么以后呢，你就可以把这个网址贴进来，有没有？你看这里有个，这样不能选没有关系，因为上面这里也是一样的，你把它按确定之后，这个网址你就可以复制起来，这样了解吗？下次你再贴进来就会看到一模一样的。好，那你取得了之后，我再做网页的重新整理，因为它会再重新连线，有没有连线的？因为我们现在设备比较多，设备比较多哈，所以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，所以你再重新再 play 一次。不好意思，因为我的都可以。因为你们现在就等于没有在用的时候，我这边就有比较多的频宽可以用嘛，这样有了解吗？好、哦，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个方式，记得要先取得，不然的话你一重整它就全部都不见了，好，它就全部不见了，这样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的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等一下我们要再准备把超音波把它接进来了，好，你先试看看，来还给你。